乱破的强度怎么样，要不要抽龙丹线版本，是否还值得抽取。大家好，我是思凡，先说乱破吧。身为虚数制时击破角色，乱破他在虚数弱环境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，只要有虚数弱点三入深渊他都有一战之力，其中虚构表现最佳，其次是混沌和末日，强度上其实是意外的比较高的。就比如这期混沌十二层上半的流萤专属怪，乱破的表现其实是比流萤还要更好一些的，当然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虚韧性的存在。乱破的主要输出方式是强谱，它的强谱每次都有三段伤害，前两段是扩散伤害，基础虚韧是55，最后一段是群体伤害，基础虚韧是5点，然后根据敌方被击破的次数，他的最后一段群体伤害的虚韧值和击破倍率会获得提升。首先只要有充能就会获得最少2点虚韧值的提升，然后没有1点充能还会额外获得1点虚韧值和50%击破倍率的提升。充能最多是10点，所以最高就是可以有12点的虚韧值和500%击破倍率的额外提升。所以乱破最后一段的群体伤害虚韧值应该是在5到17点之间。算上乱破终结技本身56点击破效率提升和软梅战技56点击破效率的提升，乱破一次强补虚韧值应该是10/20/10加10/20/10加一次10到34的群体虚韧。有人可能会说乱破这最后一段的充能除了虚构以外不是很好叠，但别忘了虚韧性这一机制，虚韧性是可以触发各种攻击特效的，同学主的回能、波提欧的优势口袋、流萤的再动以及乱破的充能都是可以触发的。然后乱破还有一个击破精英级以上敌人可以回能10点的额外能力，这个也是可以被虚韧性触发的。所以如果以后出一个可以给敌方挂上虚韧性的角色，那么配合上乱破的多段破刃，乱破实际上是可以玩得很爽的。目前的三个击破角色里面，乱破也是最契合的那一位，其次是波提欧。流萤如果有二魂的再动的话很契合，没有的话其实就一般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流萤是有挂火落的能力的，它的通用性是更强的，在混沌和末日是可以做到跨属性作战的。乱破它虽然有50属性学院的能力，终结技开启强谱攻击没有虚数弱点敌人可以削减韧性，但是效果会减半，然后最后一段强谱的充能提供的额外群体学院是150属性学院的学院值是3到12，但毕竟强谱本身的三段攻击不是150%，所以总体上来说跨属性作战能力相比流萤还是差的比较多的。当然实际上这是大部分主 C 的通病，绝大多数的队伍其实都是看弱点上场的，没弱点就是会打起来更吃力一些。乱破也是一样的，他能打只是会更吃力罢了。然后关于乱破他的专武是比较重要的，进账后30点的能量回复配合上秘技10点能量回复可以保证乱破开局一个战绩就充满大招，其次开大后释放2次普攻还能使装备者行动提前50%，对乱破的战斗体验和出伤改善都很大。如果你要出乱破呢，我个人建议是01起步，然后才是一星魂，后续星魂的话就看你的个人喜好了。然后乱破这个角色的出场时间确实是比较尴尬的，前有飞霄，后有星期日和停云，所以抽取上分几种情况吧。第一种，你有流萤了，那么乱破就没有必要抽了，因为抢队友。第二种，没有流萤但抽了软梅的，我个人会比较推荐。乱破三种深渊都能打，后续也一定会给环境。队友上同血主是免费的，你有软梅的话，乱破抽到手就是可以玩的，抽个00爽几个版本是没有问题的。第三种，没有流萤没有软梅但后续想玩击破队的，那就看你更喜欢乱破还是流萤了吧。我估计流萤复刻也快了，反正都得等，那不如选个自己喜欢的，不考虑击破队的话那就没啥好说的了。以上就是乱破的抽取建议了，简单说一说乱破的配装。光追上专武人法帖缭乱破魔最佳，其次四星光锥血月静默之后，最后是黑塔光锥不惜的演算。乱破有个额外能力是吃攻击力的，所以这张光锥也能用，至于其他光锥就不做推荐了。仪器选择上怪圈铁骑四件套最佳，然后怪盗四件套也不错，乱破用这个可以加速大招循环。内圈里盗贼是最通用的，解火除非有火属性弱点不然没用。各部位选择攻击速鞋、攻击球和击破绳，副词条速度大于击破大于百分比攻击，乱破速度最低145速，保证吃到盗贼的加成。我个人的话建议150速往上。然后说单痕隐月，也就是龙丹，怎么说呢，毕竟是 1.0 时代的老角色了，我个人是不建议你们再往他身上投入金术的，除非是真爱。现在的环境其实主要是在推追击队和击破队的，传统直伤队我都很久没用了，包括黄泉在我这也是坐了很久冷板凳的。其实黄泉我都不太建议抽了，因为根本不给环境啊，
龙丹线要想玩的舒服，二一我感觉是起码要有的，然后你队友花火、知更鸟、软梅、停云啥的也都要有，总之造价很高，非真爱党不进一筹。真爱党如果你是一一的话，可以考虑投入一金到二一，只是零一的话其实也没什么必要再投入金数了。然后在装备方面其实也还是和以前一样的，目前没有出更适配龙丹的仪器，新出的两套仪器也不适合龙丹，所以还是继续用快枪手四件套就行。内圈的话也依旧还是繁星竞技场吧，光追也一样，继续专武和星神陨落即可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如果有帮助到你别忘了给我点赞，我是思凡，我们下期再见。